先开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第三面，从第二变体看起啊。在玄义里面呢，天台大师是把解释经体摆在第一，接着呢就变体啊，体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理论与事实的根据啊。这个意思就说明这部经佛是根据什么说出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你要把佛讲经的依据明了之后，你对他才能真正生起信心。哦，这个有道理，那这个可以相信啊。所以变体这就非常重要了。但是这一段是玄义里头最难懂的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凡夫境界啊，我们平常讲得很含糊很含蓄啊，佛讲的一切经呢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那个变体呢，体就是自性啊。如果把这个事情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一般讲呢你就成佛了啊，你的问题全部就解决了啊。所以这是很难懂，难懂的原因不是凡夫境界。我们看文啊，体为性质，明则气理啊，也明了之后，你讲经说法决定不会违背真理啊。这里是我们一般讲真理啊，大乘实相啊，小乘多权啊。这个大乘经实相，实是真实啊。那实相两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事实的真相啊。那我们为了大家对这个概念清楚一点啊，这再加几个字，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由此可知，所有大乘经都是讲的宇宙人生真相啊。小乘经呢，这是教初学啊，所以多权，权就是方便法啊，善巧方便呐，啊，那叫权巧方便啊。这个方便法很多，但是都是诱导你去悟如真实啊。那么这个才叫佛法。假如目标啊不是帮助人悟如宇宙人生真相，那这就不是佛法了啊。佛法即使是小乘教教初学，它决定是朝这个方向，朝这个目标
这个说法比较容易懂啊。那么比这个古大德呢这个讲解实相啊讲的很多，但是很难懂啊，很不容易理解。下面呢把实相略说一说。实相者，经云，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一句话是出自《楞严经》上的啊，因果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变化啊，宇宙人生都在那里变呢，时钟不停地变。你像我们现在人的身体啊，现在科学家知道啊，它是一分一秒都不停在那里变呢。我们里面的细胞新陈代谢啊，生理上的变，或者我们讲物理上的变啊，这身是物质嘛，物理除了物理之外还有个心理。现在人把这个事情疏忽了啊，这个心理的变主宰物理的变化，物理的变化能够影响心理的变化啊。你看我们一般凡夫，凡夫多半呢被外面境界所转啊，这就我们讲的经不起诱惑，那外面一诱惑你就变了啊，你就产生变化了，心理也变了，生理也变了啊。那真正有功夫的人，什么功夫啊？不受诱惑，这就是功夫啊。你外面的境界五欲六尘种种这个诱惑它如如不动啊，能到这种功夫，他的心就能转外面境界最这个明显的身体啊，他能转呢、啊、转境界。身体上呢不容易衰老啊，不能说不老，不容易衰老啊，不病啊，不会生病啊，到最后跟你说呢不死。那哪有不死的呢啊，这个身终归要归于泥土啊，啊哪有不死的呢？归于泥土是这个身呢、啊、是身的变化了，精神的变化不受这个影响。从精神方面来讲的时候不死啊，大到这个境界我们一般讲呢中国人讲特异功能啊，佛法里面讲神通，他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啊，知道此界知道他方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不是想象的啊，他真能看得见的，真能听得见的啊，六根的能力啊，我们讲见闻觉知啊，六根能力可以用这四个字都包括了啊，他见到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有障碍啊。现在科学家讲不同维次空间，我们三度空间的人见不到四度空间啊，四度空间的人见不到五度空间啊，他有障碍。障碍怎么产生的呢？妄想分别执着
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行，你就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障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没有啊。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头说得好，本来无一物。啊，那个无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本来没有。啊，现在有没有呢？现在还是没有。所以，妄想分别执着，你看那个想加个妄，那妄就不是真的吧？啊，你在打妄想嘛？那哪里是真的？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界限就突破了。啊，我们坐在此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个佛国度，看得见看没？看得见呐，清清楚楚，如对面前呐。啊，佛说话听不清得清，听得清楚啊。他说话我也听得清楚，我说话他也听得清楚。现在变成什么呢？我说话他听得清楚，他说话我听不清楚。啊，他没有障碍，我有障碍啊！啊，诸位要晓得，我有障碍，只障自己，不障他了，没有障到他了。啊，那么这是现在人家怎么样去突破？啊，科学家已经证实。啊，从在理论上讲呢，空间维次是无量。这跟佛法讲完全相同，事实是无量的，但是科学家今天证实有十亿度空间存在。啊，你们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黄念祖居士的注解，后面附了一篇文章。啊，他是个学科学的。啊，他用现代科学家来看佛法。但是科学家虽然证实有十亿度空间存在，但是不知道空间怎么形成的，这不同维次怎么形成的他不知道，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突破。今天这个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都存着有很多外太空的这些讯息资料啊，看到飞碟太空人，我没有看到太空人，我看过飞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个时候好像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啊，我还在工作。啊，我见过一次飞碟。啊，那么到第二天见到人很多，第二天台湾的报纸都登了，啊，可见的许许多多人看见，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全是三度空间的，啊，换一句话，六道的是人道啊，它不是天道啊，啊，天道的时候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空间，换一句话说，我们看不到它的，啊，它用飞碟还是用机械嘛，还是用工具嘛？飞到我们其他星球人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星球都是同一个层次，同一个空间维次，不同空间维次见不到。啊，所以那个都是人呐，都是人道啊，人道不仅限于地球啊，许许多多星球里头都有人道啊，那它不是天呐。啊，你要把它看作它是天道，它是天神，那完全搞错了。啊，我们人能够接触的都是人。啊，那是有什么方法能够突破呢？啊，佛法有，许多高级宗教里头也有，用禅定的功夫。
啊，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首先说的，印度教讲的啊，我们佛经里面讲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就是现在的印度教啊，他们崇拜的神叫大梵天、色界天呢、啊，确确实实比欲界天高得太多了。中国人拜天拜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忉利天呐、啊，那比大梵天那差很远呐、啊，不同维次空间。啊，所以印度教修禅定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他们禅定功夫也相当了不起，他能够修到四禅八定啊，所以他们的境界能够达到非想非非想出天。那由此可知这空间维次他突破了多少层次啊，我们佛经里面讲28层天，那至少是28个层次。他有这样深的禅定功夫，所以六道轮回里面状况是他亲眼看见的，这是事实真相啊，他说出来的。他虽然能够看见啊，能够明了，能够接触到，但是他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六道怎么来的他不知道，这六道问题如何解决他也不知道啊。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是帮助世间人解决问题而来的。佛告诉我们六道是怎么回事情，这佛经讲的透彻了。那么佛家这个设法界一真庄严，那设法界这个婆罗门教还没达到。他没有突破六道。六道外面这四圣法界，这他没有了，他不知道了。那么在佛家就讲的多，讲的详细了。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跟识就是实相啊。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呢，因心尘体呀，是心现的心变的。识是心起作用，叫做识。心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显相，起作用的时候，这个相就产生变化。每一个人那个心起作用，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不相同，所以变化出来的境界，今天讲的空间维次，它当然就不一样了嘛。心地清净真诚善良的，它变出来境界就殊胜了。佛法里面讲庄严。如果心里面迷惑颠倒，掺杂许许多多的恶业，它变化的境界就下劣了，这个下劣就变成六凡，变成三恶道，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虚空法界从哪里呢？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心识啊，所变的那就是一切因果世界微尘。那我们这个大乘经里面常说的我归纳的
这个六句：心性虚空法界，根深过度众生。我用这六句把它整个包括了。心性是能变的，其他的通通是所变。虚空是心性变的，法界是虚空，是心性变的。根身是我们自己这个身体，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国土，今天我们讲居住的大地，现在科学家讲的太空当中是星球。可以提供我们居住的这个场所。这佛法里面讲过度是这个意思。不是现在讲的某个国家。佛法里面讲的过度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星球。星系。我们讲银河系。在佛法里面就叫做过度。众生。所有一切的生物。我们今天讲包括的是动物、植物、矿物，都是心性变的。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这叫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这个事情。现在知道的人很少，如果大家都知道都明白，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一定相亲相爱，哪里会有斗争？哪里会打仗？不可能嘛。就像自己一家亲人一样，那夫妻会打仗吗？儿子跟父亲会打仗吗？不会，不可能呐。可是现在呀，我们在报纸资讯里面常常看到儿子跟父亲打仗，太太跟先生打仗，真有了。这是违背呀常理呀。常理是自性本具的正能，良德良能，我们今天违背了，违背是造作一切罪业，罪业呢一定变现出恶报啊！恶的果报从哪里？从这来的。那么最近有个居士送了一本书给我看，是美国人写的，到澳洲旅游的时候描写澳洲土著的文化，就旷野的声音，我仔细看了一看，从头到尾看，它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把整个佛法归纳的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他没有念佛啊，全部落实到自己生活他们的对于宇宙真相的认识他说世界是一不是二是一体，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是一体所以他们对于一切众生常常怀着感恩的心、尊重的心、
连一个植物、一个草是生长，他都尊重它。啊，这些植物、动物，它们原本都是素食的。啊，但是后来，这个西方人移民到澳洲去了之后，他们这些土著啊，就往沙漠内陆里面迁移，没有这个植物这些东西吃了，就不得已而吃肉。啊，原本都是素食的，但是无论是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提供它做这个饮食的时候，他们一定祷告啊，感恩。啊，我们现在讲文明，讲进步，实在说远远不如他们呐。啊，他们没有文字。啊，他说文字是个障碍，把我们的智慧呀、记忆也障碍住了。因为你靠文字了，啊，靠文字你就不用记忆了。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你看现在美国人完全靠电脑，啊，离开电脑之后，给他100块钱，输一个重点都输不清楚。为什么？他平时不用脑子了吗？啊，这在美国我们常常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就是你拿100块钱找，他要不用这个计算机的时候。一个重点都是搞不清楚，那我们一数数，他觉得奇怪，这你们怎么搞得这么清楚？退化了，所以我们使用文字啊，智慧跟记忆力退化了，啊，他们记忆力特强，智慧高啊，许许多多地方，我们细细看呢。跟佛经里面讲的完全相应，我们只在佛经里面，读诵它，啊，了解它，实际上是不是真正了解的？没有，人家落实做到了，彻底了解，所以这些土著我们也遇到，我遇到跟他讲大乘经的，一讲他就通了，他就开悟了。啊，你们发发心，将来的时候接触土著，跟他们讲经说法。啊，他们已经进入这个境界了，没有分别心。啊，这个是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没有，是非人我没有，啊，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没有，他们没有这个东西啊。啊，对一切人、一切众生、花草树木，都爱护、都感恩。啊，所以他们呢，自己称之为真人。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叫变种人，我们都变种了，他们才是真人。”说的很有道理。对，他对于这个实相了解，我们现在对实相。完全迷失了啊！啊，今天读大乘经，大乘经确确实实是以实相为体。小乘经虽然是全巧方便，但是它是直归实相。啊，所以我写这个这一份这个教材的时候，啊，我在变体上是用的实相。啊，李老师看过了，这个第二条本经一乘初阶，我原来写的是一乘根本，李老师把那个根本圈掉了，他给我写了个初阶，初阶两个字是李炳南老居士他写的，其他的都没有改动，他就给我改了这两个字。啊，那么我提出这个实相呢，李老师并没有反对，啊，但是他讲这一部经呢是一乘初阶，啊，我把这个一乘这本经的地位提得很高啊，
李老师说不行，太高了，啊，他说用一乘初见能讲得通，啊，一乘根本不可以，啊，给我改两个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